24小时直属的公职人员在村里边呢集中住宿，其他的人员呢住在村外的3个定点酒店，通过班车往返于酒店与东澳村之间，他们是点对点，不与外界接触。我们各业务领域呢，根据这个工作和生活的需要，已经提前做好了相关的准备，包括防疫物资啊，生活工作的必需品等等。